像是小数点第几位，存在淡淡自动被省略，也习惯不必先跟你看作一对。你也算够谨慎的同类，他就却不逾越那条线，发生一切或不发生一切，又有什么差别？看不见听不到爱不了，却注定要纠结。我想我是坏人，故意不听懂你的拒绝，难以昭告是非，爱上的多遥远，谢谢。